生于1986年的纳尼职业生涯初代于葡萄牙体育，他也在2005年、2007年、2014年、2015年、2018年至今三度效力于葡萄牙体育。除了葡萄牙体育外，纳尼还曾效力于曼联、日内巴谢、巴伦西亚和拉齐奥。效力曼联期间是纳尼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刻，他随曼联获得了4个联赛冠军、2个联赛杯冠军、1个欧冠冠军、1个世俱杯冠军、2个联赛杯冠军和5个社区队杯冠军。国家队方面，纳尼在2016年欧洲杯以主力前锋的身份帮助葡萄牙队拿到了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。在那届赛事上，纳尼出场7次打进3球，不过纳尼没有入选葡萄牙队2018年世界杯的大名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纳尼这次是以可跳出工资帽的球员的身份与奥兰多城签约的，